神的话语怎么来告诉我们说，神能造就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。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为我们开道路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所有的罪，所有的阻挡，所有的东西完全的除去了。